在暖暖区登场的龙飞凤舞尬舞活跃老化竞赛上，爷爷奶奶展现无穷的活力与热情。最资深的博爱洞林鼓乐社队员平均年龄高达85岁，但敲起鼓来气势十足。长辈平均年龄大概85岁，成立已经6年多了，能够出来表演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那也很有成就感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另外来猜猜，长青定翔养生运动班最资浅的成员几岁呢？最年轻最年轻的团员呢，18年次，今年96岁。我们今天表演是降血压的运动，越来越健康。就是追求健康，这包南里活力尬舞队员们以青春活力舞动，引发长辈的热力。我们这一团最年长的长辈就是88岁，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活力尬舞，加油，一起参加100分！只要走出来一起运动，都获得满堂喝彩。自然生态学会赞，真的很赞！店内影响好幸福队的91岁奶奶，好开心来参加活动。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啊，哇，真欢喜，都很活力的。91岁，每天拿便当都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爱运动才会健康。就是要运动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店小里办公处演出精彩的非洲鼓表演，一样赢得满堂喝彩的，还有过港社区发展协会。爷爷奶奶结合泰鼓与手语的特色表演，花了很多时间练习，开心站上舞台。过港今年呢是泰鼓队跟手语队一起的结合，那阿公阿嬷们他们在每年都练习非常非常的久，然后也都很兴奋啊！谢谢我们基隆卫生局暖暖卫生所举办的这个活动，很感谢卫生局及暖暖区卫生所举办的活动。这位爷爷兴奋地表示，动手动脑让他重拾活力，哪怕活到90岁也不是问题。第一个让我这个手脚灵活，泰鼓啊有很多那谱啊都要记，所以你要记谱才能打鼓。那运动了以后啊，这个觉得这个精神非常好，而且这个增加一个人员的关系。我估计啊，我可以活到80-90岁，没问题。就是卫生局长张贤镇特别到现场观赛，用行动鼓励长辈走出来多运动。这是一个活跃老化的活动，希望我们的阿公阿嬷在平常就来练习。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每一队都非常的精彩，动到脑，动到手，手舞足蹈，动手动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，准备比赛的过程中，就不会退步，甚至会越来越活跃。鼓励更多的长辈走出户外参加活动，健康老化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